视频里有一个男子突然停车，而且下一秒就跳上了正在行驶的车辆。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他就这么不重视自己的生命吗？一辆汽车正在马路上行驶，然而这辆汽车的行驶速度却十分缓慢，就像是在溜车一样，并没有人实际驾驶。路边正在巡逻的交警发现了这一幕，于是他们赶紧驱车跟上，想要看看这辆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司机出现什么意外了吗？就这样，警车始终跟在汽车的后面，而在这个过程中，前方汽车除了走得慢，也没有发生什么其他情况。而就在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前方出现了一辆皮卡，皮卡车上的司机似乎注意到了什么，他在看到这辆黑车之后，立刻就停车，将自己的车在马路上停了下来。随后，这位皮卡司机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一幕，他在向交警示意之后，居然飞身上了黑车，其动作堪比动作电影般迅速。当皮卡司机钻进黑车的驾驶室之后，很快就将车子停了下来。见到车子已经停下，交警们也是赶紧下车，走上前去查看司机的状况。原来，这辆黑车的女司机刚刚是失去意识了，所以才任由车子在马路上行驶。这是一位女士，在发现她出现身体状况的时候，交警立刻半跪在地上对其进行呼喊，试图唤醒女士的意识。好在没多久，女士就睁开了眼睛。看到女士似乎恢复过来，交警这才放下心来，但保险起见，还是建议带着女士前往医院做检查，以免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不过女士说自己并没有大碍，不需要去医院，但交警还是有些担心，便一遍遍询问女士是否真的不要紧。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交警才放弃了带女士去医院的想法。而在此期间，那位飞身上车的皮卡司机见到女士没有太大问题后，便打开车门，默默回到了自己的车上。之后，这位女士在交警的陪伴下继续缓了缓精神，彻底恢复之后将车开离此处。在这个故事中，真的非常感谢皮卡司机的挺身而出，如果不是他及时发现女司机的状况，很难想象在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上会发生多么严重的交通意外。也庆幸交警及时发现了不对劲，并开车跟随，为其他不明所以的司机进行警示，避免了交通事故的发生。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另一个暖心故事。杭州有一位9岁女孩，名字叫可可，因为先天疾病，她无法正常走路，需要乘坐轮椅出行。但家门口没有直达特殊教育学校的公交车，每天上下学10公里路，全靠50多岁的奶奶骑电瓶车接送，单程就需要50分钟。过程十分不便，若遇雨雪、酷暑等天气更是艰难。而且为了在8点上课前赶到学校，可可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床，坐在电动车上都会忍不住犯困。可可的奶奶接受采访时说，有一次可可在车上乱动，他们发生了危险。为了避免可可摔下车，奶奶用丝巾把孙女和自己绑在一起。家人们觉得这样实在不安全，要是可可每天能坐公交车上学就好了。但从长木锦院到闸弄口没有直达公交，需要换乘一次，或者步行 1.2 公里到285路公交的起点站丁桥坐车。无奈之下，可可的父亲给杭州市公交集团打去了电话，希望延长285路公交，让住在长木锦院的女儿可以在家门口上车，直达闸弄口公交站附近的特殊学校。接到电话之后，大家都很想帮助这样一位坚强的小女孩。虽然调整整条线路的话，涉及到的事项比较多，不是说想调整就能调的，但公司副总经理周敏却一直都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上。怎么样能帮到可可，又不影响285路车的营运，
285路所在的车队去可可家进一步了解情况。与此同时，客运管理科开始研究线路可行性方案，最终在周敏的牵头下，一套定制方案出炉了。于是，公交公司确定利用285路早出场，先到长木锦苑接可可和奶奶，再到丁桥公交站正常营运285路的方案。接下来就是明确这个接送的班次，挑选合适的司机和车辆。最终，公司特意挑选了285路最可靠、最有爱心的司机李明友。此外，公交公司还对这趟接送可可的车加装了防护栏，以确保轮椅在行进过程中的稳定，也确保可可和奶奶乘坐的安全及舒适。奶奶感动极了，虽然说这样一来，她和可可需要早起20分钟左右去等公交车，不过还是一直对记者说，公交司机真好。就这样，李明友和可可之间的故事开始了。奶奶带着可可每天早上6:20在小区门口上车，7:45下车，走10分钟到学校，刚好赶上8:00到校。为了可可不迟到，其实李明友每天也要早起20分钟。如果按照正常班头，这趟把可可和奶奶带到学校附近的车6:45发车，李明友只要6:25报到就行。现在他需要6左右到停车场报到、取车、做好出车前的防疫等工作，先去可可家小区门口，然后再赶去丁桥公交站开始正常营运。这项任务对李明友来说既艰巨而又光荣。正式接可可前，他还特意找了个休息日去熟悉线路。在接可可的第一天，285路的车队长聂焕还曾特意全程陪同乘坐。那天是6:30左右接上可可的，大家发现到闸弄口新村要1小时，快8才到站，担心可可上学迟到，后来又把接的时间往前提了10分钟。就这样，6:20成了可可和李明友每天早上约定见面的时间。而每天他们会见2次，因为上学要送，放学后李明友还要去接可可和奶奶。李明友上的是2头班，车队安排李明友中午1从丁桥出发，这样他能2左右到武林小广场。可可是2:30放学，稍作休息后，李明友2:20左右从武林小广场发车到闸弄口新村站，正好能接上放学的可可和奶奶。这也是公交司机非常贴心的小举措，因为公交站离学校有一些距离，奶奶和可可过来需要一些时间，不过提前和可可的家里人沟通过，所以他们会在那里等李明友这趟车。李明友等丁桥公交站下完课之后，再把可可和奶奶送到小区门口，然后他再回到起点，开始当天的最后一圈营运。一段时间过去，可可渐渐和李明友熟了，从一开始见到李明友不讲话，现在会主动喊人。李明友曾笑着说，小姑娘个子高高的，奶奶人也很好。对于这份工作，他说虽然要多付出些时间，不过干起来心里却有点甜，还表示顺带变的事情，只要孩子和车队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干下去。网友得知这个故事也是感动不已，大家都说人间自有真情在。的确，在这个社会上从来不会缺少温暖的瞬间，而且只要我们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社会就一定会变成一个美好的人间。画面中有20个人在合力推一辆车，似乎要将其推翻，这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这20个人是要对汽车上的人做什么不好的事情吗？而事实上，他们并不是要害人，相反，他们其实是在做一件大善事。原来，当天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有一名叫亚历克斯·詹姆斯的男子骑着帅气的机车，正载着自己的女朋友兜风。
可是前一秒还无比欢愉的两个人，转眼间就遭遇了令人无法想象的意外。从视频中可以看到，正当他们行驶到一个路口上的时候，亚历克斯为了安全慢慢降下了速度，然而后面的轿车似乎没意识到减速，依旧高速行驶着，理所当然的就造成了事故。意外发生之后，亚历克斯的女朋友落到了地面上，虽然自己受伤有些严重，但女朋友立即起身走到汽车旁边查看男友的情况。在意识到亚历克斯被困在车下无法自行脱困的时候，女朋友顿时被吓得不行，当即就开始大声呼救，试图请求附近的人能过来帮助自己和男友。当时事发的时候，在亚历克斯和女友的前面正好有一个同样骑着机车的小伙，小伙在听到撞击的声音之后也是目击了全过程，发现亚历克斯被困车下，小伙立刻就停下了机车，下一秒就跑到车前蹲下，想要第一时间了解到亚历克斯的伤情，并将其救助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小伙在蹲下身之后，还将头低下往里探了探，丝毫没顾及自己的安全，可见其多担心亚历克斯在车下会受到何种致命伤。与此同时，亚历克斯的女朋友一直在呼救，而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附近看到这一幕和听到女朋友呼喊的人马上放下手头的活，纷纷从原地跑到了汽车附近。起初只有几个人，可是很快人数变得越来越多，大家团团将汽车围了起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后方还开过来一辆私家车，那位司机也是在第一时间刹停，并从车上下来，迅速就加入到了救援队伍之中。大家都集中在汽车的一侧，准备合力把汽车抬起，好让车下的亚历克斯脱困。可是汽车实在是太重了，仅凭这些人的力量似乎并不能抬起来，而事实也证明，汽车一开始虽然有些倾斜，但并没有给车下亚历克斯腾出逃生的空间。但令人感动的是，远处还有源源不断的好心人正在往这边赶，而赶到这里的人无一不是跑上前去加入抬车的行列。期间除了身体力壮的男性，更有不犯热心肠的女性，其中甚至还有几个瘦弱的青少年。因为大家此刻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尽快将亚历克斯从汽车的底盘下解救出来。数不清的陌生人从远处赶来，救援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最后光是帮助抬车的好心人就到了20多个，周边那些没有位置上前的陌生人则是紧张地站在旁边为抬车的好心人加油。视频中可以看到，每一个前来帮助的人都是飞奔而来，没有一个人是慢悠悠的，可见他们有多着急。终于在20多个人的齐心合力下，汽车被抬了起来，被困在车下的亚历克斯也成功脱险，被带到安全地带，从鬼门关前闯了回来。看到亚历克斯获救，其女朋友当即对大家表示了谢意。而在事发之后，经过检查身体无碍的亚历克斯也是亲自在网上对帮助过他的人表达了感谢，甚至还贴出了一张感谢信。真的很难想象，若是没有这么多好心人陆续赶来，若是没有及时将亚历克斯解救出来，亚历克斯将会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真的要为这些从不同地方赶过来的陌生人们，是他们的挺身而出才让一个生命继续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意义。虽然社会中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亚历克斯身上发生的故事却又是在告诉人们，无论世界如何，我们总要相信一定会有更多的好人为生活注入振奋人心的力量。而在其他地方当然也不乏类似的暖心故事，这是在一个监控之下拍摄的。我们可以从视频中看到一个小女孩，她只有9岁，正是上小学的年纪。这天她捡到了100元钱，
可他并没有选择离去，而是选择站在原地，一直等待着失主。事情是发生在宁夏中卫，小女孩在上学的路上，经过一个银行门口时，偶然间的一瞥，居然在地上发现了100元。看到之后，小女孩赶紧上前捡了起来。因为钱刚好就在车边，所以小女孩下意识的就以为钱应该是这车主的，而车主或许是在附近办事情，应该很快就能回来。想到这里，小女孩就停下了脚步，手中紧紧攥着钱，开始站在原地等待。在等待期间，她不断地左看看右看看，试图找到一个惊慌失措的失主，也希望车主能快些回来，自己把钱还给对方。毕竟她还要上学，若是等得太久，肯定是要迟到的。可小女孩失望的是，她在原地等了许久，也没有见到车主。与此同时，小女孩看着同学陆续从自己的身边走过，想着上课的铃声越来越近，小女孩心中越发着急，因为向来都准时的她从来没有迟到过。此时的小女孩不知道失主会从哪个方向过来，我们能看到她还是在原地转着圈，不断望向四周，期盼着失主快些出现。还好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车的主人终于回来了。小女孩赶紧把钱交给车主，可是令人意外的是，车主告诉小女孩，这钱并不是她的，自己没有丢钱。不过车主并没有就此离去，而是好心地带着小女孩进了银行。毕竟是在银行门口捡到的，查看监控的话，一定能找到一些线索。于是，在走进银行之后，小女孩把钱交到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手里。之后，工作人员查看了监控，也看到了小女孩捡钱，并站在原地等待失主的全过程。因为银行里有一个重要物品遗失登记的服务，所以工作人员就将这100块钱暂时登记保管了。在监控里，看着小女孩为了等待失主，在原地转圈的可爱样子，不知道你是不是也露出了欣慰又感动的笑容呢？她真的是个善良又暖心的小女孩，宁可耽误自己上学的时间，也在为失主着想，这就是我们少年该有的样子。而网友们在看到这段视频之后，也是对小女孩称赞有加，说小女孩平时一定非常懂事，像是这样的孩子品性是真的好，不愧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拾金不昧的故事我们也许已经司空见惯，可是每次看到，我们总要为好心人点个大大的赞，因为正是他们的善良，才让社会中时时刻刻充满着美好。当我们年幼的时候，时常听到的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而言只有一次。保尔·柯察金认为，珍惜自己的生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至关重要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没有了生命，一切假设都成了空谈，一切憧憬都成了虚妄。正因为如此，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拯救生命，除了自己的生命，还有他人的生命。但当法律和规则与生命产生冲突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陷入犹豫，到底应该遵纪守法，还是应该当即破坏规则法令去拯救一条陌生的生命呢？我们到底是否可以承担这件事尘埃落定后产生的后果呢？在珠海市就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件，而当事人的处理就以教科书式的行动教会了我们什么叫做生命的特权。这天，某平台司机刘师傅接到一个去市中心医院的订单，一位女乘客抱着孩子焦急地坐上了车。刘师傅看到孩子的情况似乎非常糟糕，于是询问了女乘客孩子的情况。据这位妈妈所说，孩子刚满1岁，因为过敏引发全身红肿，出现呼吸急促甚至休克的情况。要知道，这种过敏并非一般人出了疹子，
养几天这么简单，显然是急性过敏，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医治，孩子很可能会因为无法呼吸而离开人世。这样一条幼小而脆弱的生命摆在刘师傅的眼前，如何能叫他不心软？但是从这里到医院的路虽然算不上很远，但是有很多红绿灯，如果运气不好一直遇上红灯的话，很可能会耽误很长一段时间。但孩子的病情却是争分夺秒，说不定就是因为多耽误这几分钟，孩子就失去了最佳抢救时间。为了给孩子争取时间，刘师傅只能闯红灯。众所周知，闯红灯是违反交通规则的，不仅要扣分罚款，而且在车流量拥挤的交叉路口，这种行为很可能会引发车祸，到时候孩子没救成，连车里三个人的安全都没法保障。刘师傅犹豫了片刻，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赶紧拨打了110，并转接交警指挥中心，跟指挥中心的值班人说明了情况，孩子的妈妈带着哭腔的焦急声音也传到了指挥中心。事分轻重缓急，此时最要紧的是刘师傅车上的这条幼小的生命，因此指挥中心的值班人立刻决定协助刘师傅，在民警的帮助下，刘师傅顺利通过多个路口。因为孩子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一路上孩子的母亲情绪都很激动，为了安抚这位母亲，刘师傅不停地安慰着她，告诉她孩子一定会没事的。当时有两个路口来不及变灯，刘师傅也顾不上违反交通规则了，直接连闯两个红灯，仅用10分钟到达医院。这时候医院的急诊已经有人出来接病人了，孩子的母亲看到这一幕感动不已，她不停地感谢着刘师傅，要不是刘师傅果断而勇敢的判断，不是刘师傅就算违反交通规则也要将自己的孩子尽快送到医院的决心，孩子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能得到治疗。幸运的是，孩子在医护人员的救助下脱离了生命危险，相信很快孩子就能恢复健康。而刘师傅虽然闯了红灯，但是因为属于特殊情况，生命高于一切，所以他并没有受到任何交通处罚，反而因为他的善举受到了很多人的赞美。其实这样的事件不止发生过一次，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规则的束缚而有所犹豫，甚至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要因为一个陌生人承担其中的风险呢？但往往当我们面对一条鲜活的生命时，我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只要去尝试一下，说不定他原本即将告罄的未来会一直延续到几十年后，拯救生命让我们感到快乐和希望，感到期盼和幸福，这也许就是生命的意义吧。